情都是一直有问题，一直有 bug。FBI， 哦哦，要抓到了啦！哦，我在、直播抓社委，你还记得阿、他差点把他手机摔下去 ？OK， OK，PPGN。哦、，IV 白，我有说 IV 白，我又要加好友了。IV 版，看到我的题目。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，记得看 R A U Two。Everyone, it's Pokemon Go Online. I am Daily. You so you like YouTuber. Please subscribe my channel. I'm Percy Bao. 记得要订阅我频道，按下小铃铛。每天一二三四五六日，记得收看 R A U Two， 还有 Amber Closing Classic， 是我们的曾经出现过的妙蛙种子哦。在两年前也有妙蛙种子的社群日，今天。要跟大家讲说是这礼拜1月22号的是妙蛙种子的经典社群日。好，这个这一只呢是我的亮晶晶宝可梦妙蛙花社围的。OK， 这是社围的。那当然啊，它的招式就是我开双技哦。疯狂植物哦，污泥炸弹哦，这是我这边。当然它可以超级进化啦，我们提早庆祝，怎么庆祝？超级进化卡，我今天新选莱草进化，哦，进化先叫一声哦，好，进化完再叫第二声哦，到这边宝可梦都一样哈、哦、，OK， 这就是我们的超级妙蛙花啦，中间的那个树干好像变更粗，对不对？原本妙蛙花是三个树啊，现在变成原本妙蛙是一根树啦，就中间那一根，现在多了两根， 是超级妙蛙花。那在进化是再加两根，好啦，超级妙蛙花，好不好 ？OK， 高雄的 Go To 的礼物，现在每天都会看得到哦。来，又是说啦。打开这个礼物啊，顺便宣传高雄的 Go To 的活动，大家这是27号会去，所以说 I 也会去高雄。可是他那个高级王设定都是一直有问题，一直有 bug。FBI， 哦哦，要抓到了啦！直播抓社委加好友。我想说，我还在看哦，不要追杀了啦！哦天哪，开始 Amber 留言了，请问这一只是哪一只宝可梦？哦，很快哦，马上猜到你们就知道咯，所以哦，所以你们猜这是哪一只宝可梦？一、二、三，看得出来吗？有哦，要讲正确哦。哎呀，我说的是哦。OK。不过没关系啦，已经很接近了。好，我觉得要公布答案。好，第二个提示是这个。啊，头嘞，头嘞，很明显吧？大家知道这是哪一只宝可梦吗？其实有人猜对啊，但是我们哎呀，冰墨 W 是说暗黑球雷姆，但是好啦，正确答案是社尾的啦。我知道你们球雷姆是对，但是我要再正确哈、哦，要社尾哈、哦，社尾。所以我们猜到社尾宝可梦的朋友是我们第一个猜到的 Alicia。艾丽丝，哦，但是我又想又贪心啊，算了，用最高规格追他好不好？金莓果金，然后用高级球哦送他 excellent 啊，没有跑掉，你送手册，还好不是 amber 出题，刚来就设尾，对 amber 出题法力无天，怎么啦？啊，
抓到了，我们抓到霹雳电球，在直播抓到社尾，好开心啊！你要跟昨天一样，你要哪一个？好，我们有我们的炭治郎，新年快乐，炭治郎，还有年年有余的我妻善意，还有我们的恭喜发财嘴平一之助，以及我们的恭贺欣喜富刚义勇，以及大家很喜欢的岁岁平安泥豆子，这五个 Alicia 你要抽哪一个？哦，三只啊，还有水柱，还有泥豆子，你想哪一个呢？我看一下 ，Alicia 想哪？你选泥豆子，好好好，你选点点点点点点泥豆子，好。OK， 岁岁平安，好不好？来，那我们看看里面咯。所以说，你一到三月哦，你可以再延长多久呢？代号，我看代号哈。哦，一二三，得了 S， 我们再延长你一个月的时间。谢谢 Alicia， 所以说我们就从二，对 ，OK， 我们改成二，好不好 ？Alicia 是从一月的，所以我们改成二，我会再延后。所以 Alicia 真的谢谢你，上次在我们社群日获胜哦，然后这次又抽到，我们这次又猜中了，然后延长一个月 ，OK， 那我再改一下你的时间，从二月开始算。好，从二月开始。好，大家好，本周二哎，有人找我。哎、欸，神枪手。哎、欸，鸭子直播抓到社尾大嘴蛙、哦。哇、哦，恭喜恭喜恭喜！大嘴蛙我没有社尾的。哎、欸，你来了，我们希望可以再抓到社尾的。当我吃到不好吃的，我会马上再去找好吃补回来。你们班有女生四乘一百，男生四乘一百，全班二十乘一百。哦，对，通常是二十个人嘛，全班的要二十个人，找二十个人最会跑的接力，还有沙坑跳远。哦，好精彩哦！柠檬茶什么时候开始比运动会啊？过年前吗？是哦，过年前有运动大会哦，然后是全明星运动会，然后你们是。学校运动大会是不是？卡森希望一点是不是？下午可以，可以。下午一点先播宝可梦，可以啊。明天礼拜五。哎，其实我是女生。鬼你昨天说其实你是男生，今天又说是女生。对啊。你昨天留言说哎，其实我是男生，今天又说哎，其实我是女生，我已经搞不懂了。匿名说带女朋友就可以在一天抓到 shiny， 等一下有人来放闪，女朋友 I 和恋柱有什么分别？就是喜欢吃，就喜欢吃，大家其实都喜欢吃好吃的。好，来一二抓到色尾的化石翼龙，一二三，哦，没有。Alicia 说红包 ，I 红包呢？什么意思？红包我收起来啦，刚才那个红包我收起来了。无氧运动操我们没有要穿钉鞋，这次跑穿慢跑鞋就好了。你跑第四棒吗？哦，那表示说你是很会跑的哦。通常可以跑第四棒的人也可以跑第一棒。哎，好像不能这么讲，不能这么讲。嗯。你还记得阿姨他差点把他手机摔下去 ？OK， OK，PPGN， 哦 ，IV 百，我有说 IV 百又要加好友了 ，IV 百，天哪，我的题目，天哪，所以我们现在准备加好友题目，等等等等，加好友题目，我们要开始，好不好？What's the Pokemon Go? Give me your answer. Oh my god! 等一下，我猜不出来，我猜不出来。几只宝可梦？一只宝可梦。哈，一只宝可梦。你们猜到就有鬼了。对啊。第一只，我没有调哦。
Amber 条 Amber 的第一只，你是请问这是哪一只宝可梦？它本来就这么糊啊！它本来就这么糊。拍照的时候就这么糊。Amber 拍照了，我们没有故意哦，他拍了。这是哪一只宝可梦？有猜得出来吗？袋鼠。哦哦，来，这是哪一只宝可梦？每次 Amber 都这样，这出题真的是超神的。奇多兰、帕路奇亚、伊布，哎、欸，这样你们也猜得出来最好。好像是你们去参加那个视力检查，已经那个C就很小，还在那边乱指，是不是你们？你们是不是根本就看不到啊？在那边就说看不到就好，就乱指左右左右，是不是像这样的 一种意思？龙虾小兵、电飞鼠、黑鲁加、伊布，屌了吧？这个这一题，好啦，我再看看。好，有第二题是给我。第一个。好，这第二题哦，一、二、三，第二题。这是哪一只宝可梦？哦，它被去背了。对啊，这是哪？上面那个是绿色的哈。上面这是哪一只宝可梦？这是哪一只宝可梦？那是哪一只宝可梦？东施向尾都不是，这是哪一只宝可梦？哦，那个绿色被去背，但是你可以想象一下，那个绿色是绿色。相信的是绿色象尾猫，哎、欸，怎么是呢？哦，大家，大家，我们的噔噔噔答案出来了，然后我们把正确答案要公布了，还库拉多了林彩琪，库拉多是红色的。好，就要看平常没有人在玩宝可梦哈。来，来，我们的正确答案就是 Panda， 不是 Panda 啦，是瑟维的长鼻叶，瑟维长鼻叶哈，哦，所以不是 Panda 哦，是长鼻叶瑟维的哦。Amber 出题法力无天。你们查选一个红包来，我们有洗牌过了，对，洗牌过了，我们有洗牌过了。来，我们再说一次，来，你要我看一下，你要探次郎、善意、嘴瓶、一之柱、水柱，还是泥豆子呢？你要哪一个？你要哪一个？来，这五个你要哪一个？抽哪一个？哦，探次郎是吗？啊，就帮他开探次郎。探吉隆 ，OK。你先把柠檬塔的代号叫出来。柠檬塔的代号叫。柠檬塔的代号先叫出来，好。对啊，现在是几了？你现在是几了？哦，我记得好像三，是三啊，三吗？对啊，你是三啊。本来就继续往上加。再往上加。对，本来是从三月开始算的。他本来代号是四二，然后抽到三就变成。哦，因为你抽到三就变成三，所以你从三月开始三四五嘛，对对对，你现在又可以再加，再加，再加嘛，再加嘛。哦 ，Class 没有，我们猜中是第一个猜中的才算，第一个猜中，你后面再猜中都不算哦，只有第一个，我们只取一名。OK， 准备喽。Mizu no Koku， 已经都卡哒，等一下。好，我们的是你再加噔噔，哇，再加三个月啦，变六开头了，六开头啦，哇，之后都找不到你了，对不对？越拉越远，从六才开始，哇，好啦，无聊柠檬茶，你从六月开始往后推三个月，哦，六七八九，哇。然后就从六月开始，从六月开始算哦，所以说在从六月开始算三个月，所以说我今天要帮你改，改六零，六的无聊柠檬茶，抽到三呢，厉害！哇，你两次都抽到三呢，对啊，哇 ，score 呢，柠檬茶 score 呢，所以我们从六了哈，又三加三六，从六月之后开始算三个月。好不好？
六月之后开始算三个月，无聊的柠檬茶是你是我们唯一一个连续、啊、你要谢谢郭元礼，我哇柠檬茶太好了，哇就参加活动的会员就是这样子，很厉害很厉害。好，送你 Go Fast， 谢谢郭元礼，贪吃然后无常打很久，最后你还要讲剧情哦，不要爆雷，我没有看，我没有看。谢谢郭元礼把这个机会，我这我很棒很棒，嗯，就是要互动哈，这时候就是要考验你们的友情呐、啊。下次就这样，你们要先看谁猜到，还要你们还要跟他说给我给我。这时候哈，除了那个如果认识会更好，对，以第一个为准，好不好？好，哎、欸，这样才对啊！大家来这边不只只有看宝可梦，是可以交可以认识其他喜欢宝可梦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